3分40秒14破奥运会纪录的成绩，拿到了个人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。中国选手孙杨以14分31秒02的成绩夺冠，并且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。孙杨冠军，冠军是中国。可以对我不尊重，你也可以对我不尊敬，但是你必须要对中国尊重。